今日我哋要介绍嘅呢间餐厅叫做 Dash One。Dash One 嘅定位非常多元化，唔净止系普通嘅餐厅或者飞镖酒吧，最特别嘅系佢可以以一个超值嘅价钱品尝到酒店 Fine Dining 级数嘅多国美食。Dash One 嘅厨师有超过15年嘅经验，无论中、日、意、法、泰国甚至南美同地中海菜都一样拿手，曾经喺赛马会、迪士尼、辣披嫂做过。亦跟過米芝蓮三星嘅 chef 學廚，級數當然有翻咁上下啦。老闆覺得食好嘢唔一定要俾幾百蚊或者去酒店高級餐廳度食嘅，可以喺一個好 relax 嘅地方，同朋友好 casual 咁一邊食嘢一邊傾下偈。咁我為大家介紹翻呢個泰雞披薩啦。泰雞披薩我哋用咗鹽西啊、香茅啊、辣椒啊、蒜啊，去帶出一個好清新嘅泰式風味嘅一個雞披薩。咁另外，我哋有一個傳統嘅煎鵝肝，配咗一個砵酒汁、奇異果呢個雜菜沙律。鵝肝嗰方面，我哋選用咗匈牙利鵝肝啦，佢唔會太過重油啦，亦都唔會話佢嘅油份唔夠。咁另外，我哋仲用咗一個愛爾蘭梅羊室。愛爾蘭梅羊室嘅特點係咩呢？其實佢香草主要就係用香草啊、薯仔啊，去提升到羊酥味呢個效果。一個就係、是我哋用咗智利嘅海鱸魚配呢個意大利飯香草汁。好啦，另外可以為大家介紹一個好啱你基礎型去食嘅一個小食，就係呢個墨西哥嘅一個脆片。咁我哋用咗啲咩嘅呢？咁就用咗啲corn tortilla 啦，炸咗佢，咁配咗啲新鮮牛油果醬、酸忌廉，我哋自己做一啲嘅番茄嘅沙沙，同埋呢個墨西哥辣肉醬啊，同埋一啲芝士去焗出嚟嘅一個小食。咁我可以為大家介紹一個牛肉 burger 啦。咁我哋嘅牛肉方面就選用咗呢個加拿大嘅牛肩肉。咁牛肩肉嘅特色係咩呢？咁佢嘅脂肪同埋肉嘅比例可以達到咗8:2呢個我哋覺得最 perfect 嘅一個比例。另外一個我哋比較特別嘅甜品就係呢個融朱古力布甸，配一個熱情果醬嘅雪糕。我哋用咗97度嘅朱古力，一個純度比較高嘅朱古力。他哋亦歡迎客人要求 menu 上面冇嘅菜式，甚至係 tailor made 嘅特別菜式。而呢度嘅空間感好強，非常寬敞，所以見到有人玩 board games、card games 都唔奇噶。同埋佢哋都好中意玩飛鏢噶，好想推廣飛鏢呢項運動。佢哋有自己嘅鏢隊叫 Devil Bull。講咗咁耐 ，Dash One 喺邊？喺尖沙咀科學館對面，非常方便。